陈展鹏太太善文由呢日就系产后第一次出席活动，早前佢哋就帮女女小猪比搞咗个八日宴，仲公开女女嘅真面目添。因为之前屋企嘅老人家都有个传统啦，咁就系想希望到一百日之后咧，咁希望生长得比较好啲啦，又健康啲嘅时候，先会俾大家见。咁系一个老人家嘅少少嘅心愿，同埋系一个传统啦。咁所以我哋就到一百日嗰日先俾大家见到佢个样咯，系啊。最近善文又仲爱上咗打高尔夫球，咁唔知道球技比起老公陈展鹏又系点嘅咧？高尔夫是我现在那个目标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他那个球就很小，可是就是很难可以把它打出去。因为最近就陪他出去啊、玩那个高尔夫球嘛，然后啊、因为很久没有练球了，然后出去打的时候经常就是打那个空棍子这样子的，然后就会把手啊还有弄伤啊，然后他也不能专心就是自己打球，所以我就很想把这个东西练好了，然后就可以陪他去练练球啊，放放松这样子。